奖同学掌声鼓励。颁发明德中学奖，黄玉琪、张云璇、刘佳瑜、张杰、毛子安、年云轩、刘宇白、许瑞成、雷翔安、洪成伟。授奖同学请上台，育才奖授奖同学请出列。好，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会员会的嘉宾主任啊，为各位小朋友颁奖。
所以各位小朋友颁奖。
杨敬浩、廖友成、简和君，针对叶玉伦、吴宇杰、陈祖安、陈启玉、黄志良、林轩，请受奖同学上台。功劳奖受奖代表请准备。好，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尚志老师为各位小朋友颁奖。就是保有一颗非常谦逊
的胸怀去对待所有的人，更必须保有一个好奇的心去对这个未知的社会未知的世界去做更多的了解。谢谢大家，祝大家鹏程万里，谢谢。求知若渴哈，好，那谢谢副会长。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奖项，颁发力学奖，李忠佩、陈佑安、石武、林胜祥、陈琴玉、林轩，请受奖同学上台领奖。好，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的志伟老师为各位小朋友颁奖。最美丽又最有智慧的我们毕业班的老师彩玲老师，好，为各位小朋友。